慧儿，怎么了？哦，师父，那……阿弥陀佛，原来是宇文太子殿下驾到，老衲未能出门远迎，敬请太子恕罪。少林寺的香火好旺嘛，请太子殿下下马到寺内歇息。 你就是少林寺的方丈，正是老衲。好，我来问你，即日前公主殿下私自逃出京城，你可知道？啊，公主？老衲常年住在寺内，经年不出山门，所以京城的事情一概不知。那好，我再来问你。 皇上亲笔写下诏书，传到各地查找公主的下落，你可知道？再请恕老衲不知之罪。二师兄，哎，会不会是？怎么，你知道？不知道。果然是一问三不知。一心修行，不问凡俗之事。 乃是出家人的本分。公主出城之后没去别处，就在少林寺。她逃出京城，只为找你们少林寺的一个和尚。我不管你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罢，把他们全部给我拿下，一个也不许放过。太子殿下，你不能这样。今天我就是把你们少林寺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找到公主。给我上，保护师父。 让我去练练吧，啊！哎，等我打完他们，再找你算账。啊，你还没忘呢？ 四师兄，不好了！山下来了一群官兵，围住了少林寺的山门。师兄们和官兵都打起来了。他们来少林寺干什么？我刚才从山门路过，听那个领头的叫宇文太子的，说公主藏在少林寺，跟师傅要人，师傅根本不知道。小娥，你守在这里，帮我照顾好公主，我去看看啊。哦，公主。 小心啊，四师兄！天哪，竟然是公主！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
公主竟然会躺在我的床上。四师兄，不用你帮忙，我们几个能对付得了。各位师兄弟，他们此行是冲我来的，与你们无关，不要动手。太子殿下，我知道公主的下落。哎，师兄们，我猜的没错吧？那个姐姐果然是公主。嘿，这下好了，我惹的祸再大，也比不过四师兄。他连公主都敢缠，我看师父怎么处置他。你是何人？贫僧法名慧仁。周汉成，原来你躲在这里，把他给我拿下。慢着，你就是公主的意中人，公主来这里找的就是你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这趟总算是没有白来，终于让我见到你了。公主的眼力不错，果然是一表人才。既然公主她愿意不辞辛劳地来这里找你，我不会让你为难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如果你能胜过我的话，公主的去留就由她自己来决定，她的婚约也可以解除，但如果你输了的话，公主就得跟我们走。你看如何？这很公平吧？敢问施主你是何人？我便是皇上赐婚将与公主成亲的尉迟家大公子尉迟佑，想必你已经听说过我了吧。四师兄为什么老让着他？哎呀，你太小，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怎么跟师兄说话呢？我师兄，你没看出来吗？他们两个是情敌。情敌啊？什么是情敌呀？情敌就不能使真功夫了，情敌就得挨打呀。不是，哎呦，我也不知道。哼，不用跟我客气，放马过来。不会占你便宜，我用棍跟你打，拿棍来。为什么不还手？
不还手？还手啊！再不还手的话，我可要打死你了！为什么不还手？为什么不还手？你这个缩头乌龟！为何不还手？告诉我，为什么不还手？为什么不还手？你看不起我尉迟勇？你把我当什么？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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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再来，我要你的命！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不还手？赫儿，你不过是一个缩头乌龟。汉城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败了，公主，你还是早日回宫吧。汉城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已经不是周汉城了，周汉城早在几年前就死了。汉城哥，我是赫儿啊。公主，请早日回宫吧。汉城哥。走吧。周汉城，走吧。把他给我拿下，押到京城论罪。哦，太子殿下，请留步。啊，太子殿下，这都是弟子前世留下的孽债，如今他已经自认其错，还
请太子以慈悲为怀，宽宏大量，饶恕他。他是个罪人，父王也饶不了他。我必须把他押到京城。既然已经是一个缩头乌龟，押到京城又如何定罪？杀不杀他又有何妨？哼，这一次是公主来找他，我看就算给他两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到京城去找公主。和尚们都给我听着，既然公主已经找到，我不再追究此事。但是若是和尚胆敢犯禁，我铲平你们少林寺。多谢殿下宽宏大量。去，走。子兄，你没事吧？心存杂念，六根不净，想要离弃俗世，真是难上又难呐。公主，这些天你在外面受苦了，我已经派人飞马到长安去请御医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公主，公主，停下！公主，公主。公主不见了！什么？快，原路返回，去找公主！这，这，这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要干什么？公主，在下已经恭候多时了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你们可知这是大周公主？太子殿下、尉迟公子、将军正在大帐内等着，
请吧。谁是你们将军？太子见了便知。好吧，前面带路，请。你们这样对待太子、公主还有本公子，也不摸摸你头上有几个脑袋？到底谁派你来的？到底要做什么？你哑巴了吗？请太子、公主和尉迟公子进帐。你们到底玩的是什么鬼把戏？走，进去看看。原来是你这个老东西。老人见过太子和公主殿下。原来是尉迟大将军在此，我还担心是遇到山贼了呢。太子，你在哪里见过这种架势的山贼啊？原来是老头子来接我们。爹，迎接我和公主哪用得着带这么多人马？哼，你还以为是要打仗啊？此地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将军，方才我一路走来，见沿途营帐数不胜数，这少说也有兵马数十万。将军调动这么多人马集结此处，不知将军要出示何方？太子是有所不知啊。近日边关飞报，宇欢近日频频调兵遣将，图宇欢的大汗集结了各部落兵马和几万大军，分别驻扎在积石山、福州和青海湖一带，虎视中原。所以老臣奉皇上之命带兵进驻长安护驾。宇欢之患？嗯，我刚刚离开长安两日，走之前父王不曾对我提及此事啊，而且满朝的文武也没有一人提起此事啊。此次图宇欢之乱来势凶猛，皇上密不宣召是为了稳住人心，稳住朝廷的大局。可是在我离开长安之前，我亲自接待了图宇欢的使者，他们一心来我朝求和，并且让使者常驻长安，并无犯境之意，这又作何讲？太子是有所不知啊，图宇欢生性多变，在你没有离开长安之前，图宇欢还遣使来议和，可是现在他已经调兵遣将，兵发长安了，所以老臣是奉皇上之命带军去护驾的。果真有此事？老臣得知太子和公主从少林寺归来，所以在此恭迎。来人，请太子和公主到营帐中休息，等太子和公主休息好了，随大军一起上路。将军费心了。太子、公主请。尉迟迥这次出兵肯定不是去长安护驾，刚才尉迟迥说到图宇欢兵犯长安，可他连图宇欢的遣使求和都不知道，这根本无法自圆其说。既然是再次恭迎我们一起进京，又怎么会在营帐外派了那么多人看守？我怀疑你是说尉迟迥要谋反，增派士兵，
严加看守太子和公主，千万不能走漏风声。属下明白。爹，你怕走漏什么风声？你真的以为父亲要去护驾长安吗？哪里有什么五魂之乱？是为父自己要兵发长安。兵发长安？干什么？哼！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你到底是真的不明白呢，还是跟我装糊涂呢？我大周的四面，北有突厥，南有强臣，东临大齐，西接突昏，强临四壁，虎视眈眈。宇文邕就凭他那一套假道学，就凭他那一点妇人之心，能保得住大周的江山吗？能举一天下吗？我尉迟迥如果不取而代之，早晚也要落入他人手中。一旦拿下长安，大周的天下就是你我父子二人的天下了。天哪，父王还一无所知呢。要是等尉迟迥带兵把长安都围起来，父王再下令调兵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咱们必须想办法逃出去，赶在尉迟迥的前面回到长安。啊，对。见过太子，见过公主，请用餐。皇上把公主都许配给我了，你怎么还想谋反？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你给我闭嘴！那好，谋不谋反，我不管。皇上都答应把公主许配给我了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成婚，你为什么偏偏选这个时候起兵呢？为什么这个时候起兵？你是真的不明白吗？宇文邕刚刚登位，兵权还没有完全在握，朝廷上下文武大臣人心不齐，此时他又把公主许配给你，不会对我尉迟家有防备之心，此时不起兵更待何时？我明白了，你替我向皇上求婚，原来不过是你的缓兵之计啊。你这个脑袋瓜子总算是开了点窍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把公主带走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不要谋反，要不要当皇帝，是你的事情，我管不着。可是你也别碍着我，我和宇文公主成婚以后，你就是闹得天塌地陷，洪水滔滔，我也管不着。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，大周朝的天下眼看就是你的了，你还在乎一个女人？我就在乎这么一个女人，你这一辈子在乎过谁啊？就连自己的儿子也被你当成手中的棋子摆来摆去。你也渣，你死！我是随军的伙夫，将军派我来伺候太子和公主。好吧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皇上当年还没有登基的时候，我跟随他多年，皇上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太子公主想吃什么喝什么，小人尽力伺候。父王对你有何救命之恩？
那一年我跟随皇上远征齐军回来，因为水土不服，路上得了一场大病，下不了床，校尉要把我扔在路上，生死由命。这在行军的时候也是常有的事情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皇上来了。皇上看了看，说我还有救，没把我扔下，让郎中给我看病，还派给我一匹马，我这才没有死在路上。皇上对我有再生之恩呐。我听说将军让我来伺候太子和公主，我高兴得了不得呀。老头子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难道你现在连你自己的亲生儿子都看着不顺眼，也想杀了是不是？养了一个你这么不成器的东西有什么用？你给我滚！滚！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里面怎么了？进去看看。走。太子呢？殿下，就算你跑，你能跑出林子里这数十万大军吗？尉迟迥一定是谋反无疑了。可是现在长安守城将士不足千人，皇宫内宦官和宫女也被父王减少到只剩几十人。尉迟迥一旦到了长安，父王肯定措手不及。父王当初把你许给尉迟迥，真是个大错。哥哥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公主，太子公主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老伯，小女有一事相求。公主有话请讲，怎敢说求，折杀小人。老伯，尉迟迥出兵长安是要谋反。我父王他还一无所知，现在我们兄妹二人被困在这里，只有你能救我们，只有你能去救我们的父王了。我这条命都是皇上给的，就算搭上这条命也要救太子公主出去。可是我是个伙夫，能干什么？此处离少林寺不远，你只要把我们兄妹被困的消息带到少林寺，寺里的高僧一定会出手相救的。请公主放心，我这就去少林寺。等一下，你把我的这个玉佩带上，你把这个玉佩交给寺里的一个叫慧忍的师傅，他一看就明白了。公主保重，我这就去。Ugh!
梅兄弟啊，你忍着点儿，还有两个时辰，马上就要到了。什么马上就要到了？还有两个时辰呢？你说的倒轻巧，你给我下来，扎两个时辰给我看看。师傅也太偏心了，四师兄闯了那么大的祸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倒好，就犯了那么一丁点的错，又是挨打，又是挨罚的。小师傅，嗯，你可认得慧忍师傅？认得，他是我四师兄，你找他。请把这个交给慧忍师傅，告诉他太子和公主在山下有难，被派军抓住了，危在旦夕呀！啊，哎，什么？太子和公主在山下无人照应，耽搁不得，请你们一定交给慧忍师傅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就是公主姐姐的，我见过这个。我得先告诉师傅去。哎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去去去去去去！干什么呀？去！你要干嘛？蹲马桩。啊？还蹲啊？蹲。好好好，蹲。所有的人都看不起我，连你小子也看不起我。蹲着，现在时辰还没有到。从头再来，这是师傅说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哎呦！我去你的吧！餐不住山，不开悟不闭关。你心中没悟，五内不安，如此闭关坐禅，形同身处火宅，就是做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让人送来的。慈悲真四方。
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。金蝉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千年的无私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故，人人都向往，无数的故乡，迷人的地方，天下